者陈丽妍综合报道。47岁的男孩氧气美女李英爱近期忙住改拍新片寻找我，在片中饰演寻找失之儿子的母亲角色。虽然工作家庭蜡烛两头烧，李英爱依旧努力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。近日更被网友捕获素颜逛超市采买，冻龄美貌再度成为话题。李英爱除了大方与女网友合照，直奔卫视的她好肤质也让网友赞叹，看不出来已经47岁了。此外，李英爱于2011年生下龙凤胎后，为了让儿女能够在大自然中无忧长大，隔年举家从首尔前移至京畿到阳平的田园别墅。但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因为7岁龙凤胎的就学问题，于是李英爱全家又在年初时搬回首尔离太远原本的旧家，阳平别墅则成为一家四口平时休闲度假的去处。李英爱翻摄自爱记，李英爱做素颜逛超市被网友捕获大方与粉丝合照，翻摄自爱记。